大家上游轮玩的。哇哇，还挺烦的。我这个房间有包套的，它的那个椅子是补的糖的嘞。它现在升上去了 ，I fly。哇，它的安酿很好吃。这个休息的地方，我个人觉得最壮观的地方啦，还有整个羊腿，哇，好好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美好啊，祝大家有个美好嘅一天。早在三个月前，我就有 post 过，我会跟 Grand Holiday 还有 Royal Caribbean 合作，然后一起带大家上游轮玩的。几年都不能去旅行嘛，还是我等了很久很久，终于这一次可以上游轮边工作边玩的。这一次呢，我是会带上我的父母啦一起去玩，因为我父母亲他们也很喜欢去游轮的嘛。然后我又跟 Alan 讲，倩颖啊，景轩平时哦就工作也是很辛苦，不如这一次我们也带买他们一起去玩哦。那 Alan 也想说，哎，也是可以啊，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去玩啊，然后顺便去新加坡走走这样子。我们要去之前 ，a lot of things to do。其实去新加坡现在已经是不用带小的。上游轮之前呢，我们前一天是必须做这个 RTK 的 test， 它要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。做这个 RTK 的 test 啊，它有给我们两个方法，一个是 download app， 一个是直接去 clinic 做，然后 print report 出来。长辈们可能不太会用 app， 所以你直接去那个 clinic 做 print report 就比较方便。app 你 download 了之后，你要对着那个镜头，在几分钟里面做完整个步骤。这个是第一次上那个游轮，你们紧张吗？紧张啊，他还晕船呢，他讲。你看他的 animation 是很美耶，哎，我之前咦，到了这个 app 内，我们先提前一天先 check in， 这个不是给你 check in 而已哦，比如说可能你第一次上游轮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玩来讲的话啦，也是可以看到。对，你是可以看到很多 facility 那些的，多嘞，还有地图的，你看，先看哇，你在几楼这样，是，对。我去那个游轮去到很多次了，所以我会带你们去逛逛，给你们看看那边的 facility， 还厉害过 Alan 的家。其实还蛮方便的啦，你只是需要用那个 FPX 哦来付款哦就 OK， 选你要的银行就 OK 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感觉，我现在有一点语无伦次。它会有一个 timer， 你就要等等十分钟，然后那个 result 出来拍个照就 OK 了。Congratulations， 你 is negative， 按 continue。我们现在要拍这个照片，那个印有点糊了，大家记得要用那个 permanent 的，因为我家的那个印哦，应该是弄到水下头了。然后我们拍了照之后呢，它这边有写咯，然后你是一条线的嘛，要签名 ，submit test， upload success。哦，要等三个小时再 send 那个 report 给你的，所以我已经搞定了。到你们三个，这次的考试有一点难哦，大家，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这一年教你们的东西。这样凶的咩？哼，对付你们这班，可嘞乖。原来 Grab Pay 也是可以 Pay 的，很多哦，还有很多的 ，Cinema Say 啊，讲错了大家。这次的考试我不容许你们作弊，这三个人戴眼镜应该是学霸来的。大家他们像不像三姐弟？哎没有哦，三兄妹。怎样，考完试紧张吗？每天做的事情很简单。我们的 report 已经出炉咯，虽然他们那边讲说要等四到六个小时啦，可是我等差不多一个小时里面呢、啊，就已经是拿了那个 report 了。说那个 report、哦、是有医生签名的 ，so I'm safe, I can go travel. See you guys tomorrow. 重重难关，我们终于来到了上游轮的地方。这边哦，非常的大，非常的漂亮啦。然后我们要等 check in 我们的游轮。OK， 我们进来之后呢，他会 check 你有没有打针哦。然后你打完三支针，他就会给你这个卡。我们现在进去了。把我们
们的 passport 交给他们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上游轮了。哇！我们刚刚已经听完了这一个算是逃生的演习嘛。如果有发生什么事在水上，你要怎样做？是，他会教你怎样穿那个 life jacket 的。所以因为我跟他们的房间不一样啦，所以我们是分开听的。我觉得讲得蛮清楚啦。所以现在我们肚子饿了，我们先去吃午餐。这个是什么地方呢？申请 WiFi 的地方 ，High Speed in your hand。哦，还有两个 package。上来游轮来讲的话啦，他们的 WiFi 是要钱的，好像是跑美金。这里没有钱，应该是在电话吧。需要大家准备钱来上网吧。哇，好多东西吃啊！现在带倩颖去，她跟景轩的房。景轩跟 Alan 去做工做工。噔噔噔噔，哇！还请房啊！哇！有包咖你的。早上在那边喝一杯咖啡。哟！呜呼！你跟景轩可以在那边吃早餐。那个还很轻。去去，快点感受一下。哇！哇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，虽然是好像小小间那、啊、看起来，但是是不是好像 hotel 的 feel？ 很齐全嘞，我一开就是一个马桶帽哎。而且你看它的那个干湿分离的嘞、嗯，是可以站到两个人的。你的房间呢？我还没去看。哎呦 ，OK 哦，快点快点唱《海阔天空》。海阔天空就唱。敢听我？敢听我？寒夜里，寒雪飘过。他们的房间外面是这样的啦，就是万亿没有啦，没有什么万亿啊，我是跟你说万亿，这个就是救我们的。其实他们这边有很多 type 的房间的，就是你有这个，你的房间就会不一样。还有 bathtub， bathtub 是我的房间，等一下带你们去看看。那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我很喜欢你。嗯，你早上来啊，记得早点来啊。会的会的，我9点就到。要签名吗？我发签名可以吗？可以啊。OK， 就喜欢这种透明的。现在终于轮到看我的房间了，我给你们看看我的房间。我这个房间有 bathtub 的，我第一次住。噔噔噔噔。这个是比以往我住的哦稍微再大一点点，你看这个有衣橱的嘞，哎，很大嘞喂，真的好像 hotel 这样，是不是？它不会是这样子的了哦。然后还有冰箱，然后还有梳妆台。重点是这个包客你比以前我住的哦还要更大一些。它这个包客你它的那个椅子是有的躺的嘞。以前我们的位置嘞，就是我们的位置就只是这边，然后这边是藏到过去那边了。这个就是 Alan 的天堂咯，他可以不用出门，一直在那边享受这阳光跟海浪声。他跟我们讲还有两个时间是整理那个房间的，如果你们需要他整理房间的话啦，你就把这个贴在外面，因为这是 Manet 的。如果你不要他整理的话，你就请勿打扰。再来我们看厕所，刚才我有偷偷瞄了一下，原来哦，他跟冲凉是分开的喂，哎，这样不用争厕所嘞。你是要争厕所的、啊？通常都是我先的，因为不可以你先，你先我就上不到了。锵锵锵锵！哇，这个真的是很像我们住 hotel 的那一些厕所，你知道吗？太漂亮了！我们还有 bathtub， 我有带 bathroom 来哟，而且这边还有这个，还有的坐下来给你淋浴。哇，这个厕所我跟你讲，要给它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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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怎样 ，Alan 哥还满意我们的房间吗？爽啊！安排的非常的好，我们两个很开心嘛。然后呢，现在我跟 Alan 哥呢要休息一下子，梳洗一下，然后上个厕所，因为等一下5:30呢我们要去 North Star。我们现在来到了15楼的 North Star， 给你看看什么是 North Star。这个就是 North Star 啦，这个呢是会升上去，然后它会向着外面给你看海景啊，还有这整个船的那些构。雾罩这样子很美的，给你们看看这边的泳池。哇！
是你们还可以在这边晒晒太阳，或者是你们可以去那个吧那边叫东西喝。怎样，景轩？你看了你的房间，感觉如何？很喜欢，是不是？这艘游轮哦，已经是在开着，你们 feel 到吗？有一点点啦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很晃。是上游轮呐、已经是3-4次。每当来的时候哦，我还是会很喜欢，是因为它很 chill， 因为我很喜欢看海。你很有经验了，这样快就换一套衣服啊！真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哎，快点拍我，快点拍我，因为我觉得在这个 moment， 大家一定很想看到我啊。那个立刻来。Alan 哥教你如何拍照。每次 Alan 哥呢一拿相机，我就知道他拍我，快点把我拍出来。如果你不要室外的泳池，他们还有室内的泳池。他现在升上去了，他要去外面是不是？应该了，之前我做的时候他好像是有去外面。你知道360度转，不要等一下。玩呢是 Magic Show， 特表演、有钱都看不到的。来，温馨提醒哦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房卡的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table number 啦。你是去 main dining 吃饭来讲的话啦，每天的8点去吃饭，4-2-3，就系你哋嘅台座，系冇人争你哋嘅台嘅，不用排队了，不用排队。为了这个 trip， 我买了这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房间有8套。这个 lush 的。早安呢，大家！现在是早上的7点，我跟 Alan 呢要准备去泳池那边拍个照，因为等一下的10点到11点呢，我跟 Alan 会在游轮有一个拍照的分享会，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拍了照，吃早餐再去准备的。我的人已经准备好了，哈哈。可是那个要帮我拍照的人还在睡觉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 balcony。哇，好大风哦！拍照最怕什么？遇到天气不好啊！我们一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早上下雨呢，地上都是蛙鸟。早上这样早起来烫了头发，风吹吹，它竟然变直了。这个就是我头发的坏处。谢谢 Alan 哥哥找角度帮我拍照。哦，太阳公公出来了。拍完照，我们来吃早餐。谢谢你们帮我照顾我的爸爸妈妈哦，刚好不好哈。倩妮讲说，昨天她吃 dinner 的时候遇到这个靓仔艳遇，过后她开走过来说，就是这个。She say you very handsome。谢谢。哦，不客气不客气。What's your name? Hi, I'm Oyen from Bali. Oh, Bali, I love Bali. Bali is a nice place.、Yeah.高贵的人就是要吃高贵的早餐。我 order 这个是 breakfast power wrap， wrap 咯，然后是冷冷样子的，它里面是有蛋白 mushroom 跟那个 mozzarella cheese。口红是吧？这边口红。
你看这几讲吃的话，可以教的，你吃不完你可以讲，我教给大家吃的。你很喜欢的吗 ，Alan？ 他教多多哦，吃不完哦，我教给大家吃的。那你可以学 Alan， 我教给大家吃的。Hey, one more friend toast. She call you baby. 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 ，You OK 吗 ？OK baby. 哎呀，你看他脸了。倩颖，不要离开我好吗？你要嫁去巴黎？我要去巴黎哦。再见。他三不五时跟我讲，妹，我要请假四天三夜，我跟你滚。你看他意思。欢迎来到了 Spectrum of the Seas 海洋光谱号。喂，你要做什么？三道热词作给荣浩，感谢所有人推给我们的片。耶耶，我飘向北方，我家乡。哎，我遇到我的 friend， 他是我17岁认识的朋友，到现在。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上游轮，哎呀，好啊好啊好啊，那抽空时间上来跟。还有他 Agent， 真的，我们认识有超过17年了。嗯，对。知不知呢十年我点过噶？自从认识咗佢哋，我每日子好过。怎么样？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来吧，你觉得我讲得怎样 ？OK， 很好。好，讲得很明白，来很清楚，摆个 pose 也很美，摆很不该讲。这样，这样，就那样。那走路啊，佳佳走路。OK， 谢谢你们，你可以跟妈妈去玩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 Bionic Bar 机器人酒吧，给你们看看，就是这一个。这个哦，如果你付费了之后，你要喝酒哦，是机器人它冲给你的嘞。因为现在没有人喝的关系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看到。在游轮到处都可以拍美美的照片，哇！哇哇哇哇 ！OK OK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现在要去玩碰碰车了。我们来到了这边玩碰碰车。
边有喝不完的饮料，如果你很喜欢喝咖啡的，来这里就可以。我喜欢喝咖啡，还有 tea， English tea， 还有那种立顿糖、立顿 tea 这样。是哦、哇，你看，哇，这个 chocolate， 这个是牛肉，哇，巧克力，这个这是面包糠啊，还有什么？谁了这样啊？不用给钱的，随便吃，全部都来一杯。我们现在呢有一些活动，就是那个 I Fly， 因为我跟 Ella 有玩过啦，所以我们就给他们两个来体验一下那个感觉，上来就一定要玩，要不然来这边做梦。哇，还有一个为我爸爸要玩哦。他们各就各位了，可是我不懂谁打谁，大家好像坐牢这样。哇哇。是你们第一次玩吗？那么厉害！刺激啊，没坐着怕，坐着是不怕。怎么一直要这样？啊 ？Yes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年轻啊！但一直看到你表情，我超好笑。而且脚很痛，我上去的时候我脚就很痛，我就。我跟你讲，你玩得很好嘞，你还可以飞到很高哎！我看到有飞很高没？有，我们有拍到，真的很高哎！他是给那个教练甩上去的。来，不敢摸。哇，太好玩了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大家是$50的哟，不会差你的 credit card。陪他们玩了这个 iFly 之后，我们来吃 hot dog。哇，就是这个啦，它就在碰碰车前面的那个档口，超好吃的，你们一定要叫。摸安妞。好好耶。安妞 is very good。如果放辣椒酱，它颜色比较美。哇！要多啊？哇，它的安嫩很好吃。哇！没有加一二三。做中没有。很好吃，好吃哦。It's free, you can come every day 呀。哇，洋葱。是不是很甜？嗯，跟我一样。我觉得这搭配很好啊。他的冰棒爆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 Wonderland Candlelight Dinner， 妈妈想安排的。哇，我们特别的位置。对面依然是你。你没有拉椅子给我的。拉呀。你自己拉的。看到我们的桌子上有这个东西吗？它其实是 menu 来的。可能你会看到很空白啦，只要用上我们这个蘸了水，今天要吃什么你就会知道了。
他讲说是番茄，番茄的籽来的。龙虾跟鱼鸡酒。早晨啊，今天是我在游轮的第三天，然后呢，猜猜谁在我的房间？是千影啊，因为我invite千影来我们的房，没有了，其实我就喊他东西来我们的房间，然后他竟然穿睡衣呢，他刚睡醒，给你们看看千影穿睡衣的样子，超可爱。你，我已经肿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他给我们拍一些东西，不会不会，真的吗？这样今晚你睡这边吧。不要，我没看到你们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已经拍完东西啦，我们现在来 enjoy 我们的包可妮的早餐，给你们看看那个天气、那个天空、那个大海，哇，多么的漂亮！西里马塞，我们早餐在吃到一半了。对 ，Ellen 呢就每次坐在这个包可妮吹海风、按电暖。房间有没有乱，敲到这样，他应该是知道是我们的。哇 ，Oh my god！ 那我突袭 ，so dirty 呀！但是我们的房间没有很好了。So dirty，so messy，check out 我的包客厅。哦 ，OK， 至少是 is clean。你跟锦轩，你们每一年哦有一个分数，那个分数可以换东西。换什么？咪念的特别版。怎么去厕所？把什么东西冲走？我大便。Let's go. Let's go. Let's go. 我吐下来，当一样的。Let's go. 耶，我们三个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玩这个 Flow Rider。耶！谢谢你们。哎呀，西里马塞啊，走错方向，是在这边的。这个就是 Sky Pad 啦，就是跳床这样子的。我们等一下傍晚才来玩。哇，贼了，我不敢玩了，这样多人看着我们喂。哇，我爸爸他已经换好泳裤了。四个人吃差不多八个人的东西。Sorry， 这是十个人的东西。好
Only Mama. Oh. Oh, my Mama. 好啦。Yummy, yummy. Yummy, yummy. Yummy. 我的爸爸妈妈突然间出现在我家，哇！一讲要吃，他们闻到了。在我上闻到下来。现在带你们看看这个 solarium， 这是室内的泳池。哦，这边只有大人才可以来这边，一边游泳，一边看海。啊，哇，它这个还是透明的玻璃的玻璃。哇，有零彩零流。由于我住的是 Junior， 所以我可以享用这个 Silver Dining。再见了，大家。只有我可以进，你不可以进。这里呢是 Gold Dining 的，哇，你看它楼梯，哇，金金啊，哇，它连着一个休息的地方，哇，静静也没有人敢叫你，就连它的那个餐厅都是静静的。哇，这个就是游轮上最大最贵的房间，因为有人住的关系啦，我们只能看图片。哇，这个听讲可以睡十一个人是吗？喂，很美嘞，然后有自己的 balcony， 哇，还有这一个。忘记跟大家讲哦，这边除了可以吃喝玩乐之外啦，其实还有很多店哦，你都可以逛逛的啵。例如景轩身后的这个奶茶店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 souvenir 的店啊，精品店啊，吃 ice cream 的地方啦，还有 pharmacy 的嘞，药妆店是不是？哎呀，它关了啊，不能进去看呐、啊，它有很多很多东西的嘞。麻油。我们来到这边不用怕闷的，因为、哦、每个时间段都有一些 activities 啦，可以给你们去玩呐、啊，给你们去消磨时间的。而且我们看到的是它有一点点像做手工这样的东西。那还有在你这房间的那个毛巾啊？啊，对对对对，那种动物啊，我哎、啊，我今天房间有哎，大象，它今天弄大象的，这是狗啊。然后啊，那个牵引很变态哦，它这样放大给我看。哎，这样我不懂什么了啊？这边吃的东西也不一样啊，你看摆得好整齐哦。哇，水果，哇，这边的甜品太多东西吃了，然后我又不敢拿多，因为等一下、哦、我要玩那一个 sky pad 嘛，跳跳跳，我怕等一下不小心、出来。那个东西太丰富，太多东西，而且还有的选面跟选海鲜可以炒给你吃嘞喂。还有整个羊腿，然后还有那个猪肉，就吃这两个先哦。然后 after that 我就拿了一些水果。嗯，完全没有沙味，很好吃。你看，哇，好好吃！可是你要住那个 suite room， 还有这个 dining 给你选呐、啊。住普通房来讲的话，只能去 main dining， 已经是包括在里面了。就是你看你住什么房，因为如果你是住那种 go 的房间，是不是就比较大一点？它又有另外一个 go dining 哎，更美了嘛。OK， 我收到消息，那个 sky pad 哦，只是到六点钟而已哦。然后现在已经是六点多了，然后他们说我变完了，所以我就继续在那边吃东西啦。然后他们有玩 Skype 哦，我们请看影片。哇！哇！哦哟，我已经到了。哇，好像很好玩这样哦，我下一次一定要玩。我继续吃嘢，继续自暴自弃。
skyscraper 的上面哦，还有这个玻璃桥，有巨高的，千万不要，因为还挺恐怖一下。哇！不好意思，我要拍东西。没事没事。大家看到的 news 跟 IG story， 我们背后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身后很多人了，请看这边，再看那边。这边是我个人觉得最壮观的地方啦。哎，我爸爸发现的，他早上六点拍照看到的哦。他这样啊？这个这边这个。你看，哇！哦，而且这个游轮有16层高，它长347米，好像可以载5000多个人哟。坐一脸好像你坐的这样。好像你开的这样。没有，就要给 information 嘛。可以载5000多个人哦。倩影的那个巴黎的老公，他要设我们。本来我们是不懂坐哪里啊，不是他设的嘛。这种缘分来的，要来都挡不住。看他害羞的脸吗？很害羞的脸。在游轮的晚餐，这个是那个倩影景轩他们讲很好吃的 escargot 哦。这个是你的哦，我要学倩影。哇，好吃哎！你要吃蜗牛吗？我以为还有心理准备要穿。我正在喂我的孩子吃饭呢。太好吃了，真的，这是我的第二碟。做你那个脸，因为我们饱，然后你很饱，还要叫两盘。大家 share 的吗？大家 share 的吗？讲脏话。他只是问他要不要面的，没有问我要不要面。你是娃？没有，他问我你要面。其实他现在你看他，他走过来的时候，他怎么老板这样？对方等我。阿英啊，你嘅广东话名点样讲？哎呦，李千影啊！李千影，咩人？影嘛，影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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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讲你几多岁？你估啊？28岁。28岁，佢00后嘅咧。讲真的，讲得那么着急的，长得那么着急。阿言好想离开这个桌子。没有，因为你是想比较长红。我是羊肉咖喱，然后 Alan order 的是蔬菜。便便，准备便，哎，注意形容啊。哇，突然间，我觉得我同你沟通唔到啊，咩语言？呢个叫乜嘢？用人交流啊？唔系用扒，系用腿。用腿，我系用腿，想想啊，我系用脚啊，腿是这个，脚是这个，你的用脚，用脚偷，讲下嗰个口感，有啲奶尿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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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奶味，奶尿，什么味？牛奶，牛奶，牛奶。還有一點點酒味。走去哪裡？走去你心裡。走去你心裡。
四天三夜的游轮之旅终于都结束了，我们来问看当事人他们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只有我爸爸给力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大家进来比个爱心，是不是比个爱心？啊，我妈是这样。我爹都。我爹都。拜拜。